今天有点像是夜猫子型的，哎，真的操嘞！昨天我11点多关台嘛，然后上去先喂他一次奶，喝完之后就要哄睡他，干哄不睡，就是睡一下又醒来，然后大概快2点的时候又喂他一次，想要吃点宵夜，喂个30沫，然后又要哄睡他，还是不睡，然后又再喂30，还是不睡，然后之后又再30，那30喝完终于肯睡了。然后30喝完之后，大概就2点多了。然后之后大概4点半的时候吧，赶他要醒来，会哭吗？会哭啊，肚子饿的时候会哭啦，平常没事的时候不会哭。但他肚子饿的时候会哭啊，我觉得不生比较好，也还好啊，蛮可爱的。他哭的时候会给他听音乐吗？不会，我都一直乱叫啊。就是他哭的时候我就学他叫啊，他给我啊，我叫啊。他有时候听到你在跟他一起哭，他就不会哭了。他在咦，你就给他咦，一直叫，一直叫，他就不哭了。咻咻！昏倒，辛苦晚年，你知道带2个小孩，哪有啊？干半夜都我在顾的，我很有自觉啊。半夜我有在顾的，好不好？我都在墙壁后面了，操你！不要罐子。干你娘嘞！What a play！有点像，one more FC。BFS。五甲大狙上场。怎么可能没中？不是啦，这样怎么可能没有中啦？好歹也会打一只吧，靠腰嘞！干又抓时间差，超级掰嘞！小孩被你吵醒了，又没差，干我自己哄睡了，吵醒他刚好而已啦。为啥你要裸体打 CS？、啊、为啥不能裸体打 CS？ 急啦，干那 A 点一直守不住，你娘嘞！Flashback out.
哎、欸，龙 B 在跟他儿子一打球，就看一个小孩可以打 CS 吗？感觉女生偏难呢、欸，男生就算了。来，来嘛，两个人。肯定 fake fake。哦！哦！干你娘嘞！为什么他要看呐、啊？干就一起走就好了。妈的，你这边架在架什么意思？操 ！CT CT， 玩 CT。玩你三。他枪有吊饰哎。哦、狗逼！为什么会输啊？对哦。哦，干你娘妈的！踩到这沙发！哦，干你娘！打86，操鸡掰嘞！四 D 他妈的嘞，留着他妈给你妈那么留月经是不是啊？干你啊！对我真的是废物哎、欸！操你妈的，这都能输。